又是一个熟悉的走法了。就是一个大型社死现场，我在弘毅大学的前一站下车，结果就是说下了车发现不对，我就叫了一声，然后地铁里面的人就看了我一眼，然后电梯门就开了，就是说一个台面声控的铁。到了到了，我哥哥约了到九号。大家为什么我刚一直没有出现的原因，是因为我一件衣服都没买到，这是我逛这么多天以来第一次遇到花姐。对，你们看格格，看见没？看见没？我本来是陪她来逛街的，但是我竟然买了这么多。然后看一下我，就是说一个空手，双手，空手，我和格格来拍照，选了一个头套。是我长得像的那一个风水，和哥哥来吃鸡爪 ，Let's go！ 小心小心！这个菜单好大一个，我在网上看他们说点。绝了！现在我们一家好幸运，然后给大家看一下现状，就是说换了，这就是两个博主之间的见面，两个博主之间的见面。然后现在就等那个鸡爪了。大哥小哥看一下，现在就是一个绝美。好，我们大乔现在来捏饭团，饭团捏饭团，好可爱。他捏得好好。哦。真的好好吃。
吃着，就是真的好绝啊。我终于找到了一件适合我的，大家想象一下，这是我今天逛街来的第一件衣服。哟，这吓死我了！我们就像在进货，我身上没有买过。然后现在刮了好大的风，好大的风，好开心。我们现在要去洗胶片。Let's go， 这里。咱们就是一个洗不到的。人家下班了。现在只有我一个人来逛，格格他已经去找地方坐下了。拜拜，回去啦，回去啦，拜拜，晚安。哦，不对，我还要录 vlog。平安大家。那么就晚安啦。天哪，这个车开了一个多小时，我刚才在路上晕车了，然后现在下车腿都是软的。做完啦，有累，结束了。现在快马加鞭赶去见那个妹子，我们俩本来约的是12点吃饭，结果现在已经12点了，我还没吃饭，然后路程有一个小时。这边好着急，好着急，快拿下去，跑起来，跑起来。我本来准备坐车去的，但是我发现坐地铁会更快半个小时，所以我就下车了。现在已经平安上地铁了，求求时间过得慢一点，我要不能就是拖太久时间，我好着急啊。Yes, and how many ears? 안녕하세요 Kevin. 안녕하세요 Kevin. Yeah. Baby, yes. Baby, yes. Yeah. Hello, 우리는 유튜브를 즐기고 BB, yes!
입니다와这条街看起来很好玩，我们现在要去找照相的地方。刚刚和蔡瑞一起拍了照，然后我现在让他们在那里等我5分钟，我来给蔡瑞买个礼物，要不然我简直就是一个过意不去。好了，最后，Kevin他最喜欢问我姐姐欧迪嘎哟，谢谢欧迪嘎哟，成功。